唐诗咏呢日着上性感晚装出席赛马活动，诗咏仲自爆最近为咗佢，连朋友约食饭都通通拒绝啊！是的，我刚刚有一只 BB 猫，就是刚刚收回来的，所以我这个月好像就是每天都要喂它奶嘛，就是每一天就是四次。那我就是我觉得这是很忙很忙，那朋友约我出去吃饭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不行啊，我要回去啊，我的 BB 在等我啊。那如果我以后我自己有一个 BB 那怎么办啊？我应该不可以工作了。睇到最近黄浩信亲自操刀为佢拍咗条片，但系镜头下嘅佢个样睇落就好似有啲奇怪咁。我呢条眉，系啊系啊系啊，哎，嗰一日因为我化妆师佢好攰，真系好攰，咁所以有少少失咗手，咁所以系嘅，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几小苦几可爱嘅。